家。虽然真个不去看你，但我有听到你平安回来的消息。我感觉你无代志，今日我真正无法度甲你爸妈交代啊。文玲姐，你莫安尼讲，你都是我爱向你回信的。在我失踪的时阵，阮爸妈跟阮哥拢在找你算账。因搁误会是你甲我掠走，伊搁骂你，搁打你，你呢就艰苦，安尼受委屈也是的。要紧啊，拢过去啊啦。来，你来，你来讲。原来文瑶已经找姐讲过啊，所以今摆目标是要甲陈忠贤迄时头骨补好倒。陈忠贤就是靠那些投顾的资金，才来避鬼避怪。那些当转断，也资金来源，伊对永信集团都变无望了。啊，不过你敢相信伊？一半一半啦。我听伊讲，你花一礼拜的时间，甲陈忠贤找你。其实我嘛甲你同款，啊，无法度完全信任伊。啊！不过我只想到伊过去对我、对阮爸妈、佮老家甚至公司的付出，我就无法度判伊死刑。你讲我了解啦，你确实唔来一摆，愿意牺牲家己的性命来保护你。要唔过对我来讲，我无得原谅。伊个亚杰先生，讲予陈忠贤知影，害我予陈忠贤危险，袂顶袂当。陈忠贤一工无到，我就一工。袂当安心，也搁有，当前即马发生遐大个代志，我嘛惊也趁这机会见缝插针。姐夫的代志，你敢有啥物办法？其实你离开时阵，我有离去，甲因参详过啊。嘉熙，那你敢有得到啥物结论？啊袂，也毋过我会继续想办法。我派志宏去干事学校。还有廖乾坤，他啊，多行不义必自毙。还有陈忠贤那边也一定好掉。我感觉最近每一项歹代志拢甲伊有关系。是啊，我答应甲文瑶合作，就是因为就伊想了解陈忠贤。假使我文瑶真正会当徛伫咱这边，无得卡。都法度甲陈忠贤应到，所以你真正答应要甲文瑶合作？我有答应，也毋过我袂讲讲，我又袂来，我会甲伊看条条，是毋是讲一套做一套？我较烦恼的是，啊，这个代志过去了后，唔管啊，董事长都爱去面对，文瑶毋是未久的事实。看来文瑶还袂讲出二哥是植物人的代志，那安尼我即摆该应该甲姐讲。好啊，另外一礼拜时间，我做予你看。文姐，你莫答应我，这段时间你莫阁冲动好不好？既然我拢已经答应文瑶，这一礼拜拢莫有任何的动作，我至少嘛爱讲会到做会到。而且我未亲目睭看到真正的二哥，也不知道到底讲的是真还是假。金玉介意文瑶，啊！你对家风林子倩下药，为两个这是对不起家己的代志。大嫂介意文瑶这个代志，是亲嘴向我讲的，啊，不过对哥甲子倩姐下药，也是我家己药的。因为伊之前嘛对我做过同款的代志，就是胡秀爱迄个，姐你嘛知影。啊，你是安怎？我甲赵峰讲，哎，这对来讲是来足残忍的。家己的家务爱别人，你说很知。因为大嫂之前捌答应过我，伊会把伊的心思放到去哥的身上，而且伊即马够有心啊，你拢唔知影，阮爸妈甲哥有偌欢喜。我
我是要怎样跟伊讲，大嫂跟伊文瑶这个代志，所以我今麦才会这么头痛，想要把代志调查好清楚，煞唔知影要往倒位查去。听你安尼讲，这药啊，应该是咧乌市才买会到的，我有人会当去查。啊，真运啊，真正是伫咧乌市买的，我都一定会当找到线索。跟着是。多谢我金姐，免客气啦。今麦想我今日先赶紧找着，无住宿啥是啥？那真正是禁欲，那一定要回知影，伊靠文娇是袂有结果的。伊若继续安尼聊落去，真正唔知影会阁做出甚物款失格的代志。这种相片啊，这相片呗，一定是我去救青天的时阵，被廖蒙这个人偷拍的。这样偷拍，去挑工大地好好四处散播，一定是想要破坏你甲青天的名声，真正是一人告告呢。哎，那一群人。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进来看吧。哇，哎，这不是我好好的学霸吗？好，这是什么代志？我好了惊哎，我真的看不出来，你真正是一个月，还会记得偷去，这些啊，明天我等自由王说不清。我就看那个朱晴天的脸皮有多厉害，我就不相信现在整个学校都知道他是绿茶，他还有什么人继续点着这间学校？你有偷拍这种奥博，根本就更小啊！你的嘴报告清气，你有什么证据会使证明我是阮偷的？哎，伤害别人名声，搁敢这么大声，真正有够卑鄙！你要动手哦，来啊！好啊啦，讲无两句话就要踢卡动手，你们真的很中二哎！是讲，我也是体会到你的心情啦。偷偷在女生宿舍打七啊，偷偷约会，哦，歌声 special 诶。结果替有人偷去，不怪啊，不过你会见笑登笑。要唔讲男生本来就未使进女生宿舍，这根本就是违反规定。那是人身犯规，甲前面规定林玉娟来电，我再去救伊。丢啦！我相信汪依林不是那种人，伊袂凊彩走入去女生宿舍，更加无可能甲朱晴天这种糟囡仔约会。伊只是举手之劳在做好代志，大家莫误会好人啊。对啦，汪依林这种学霸就爱配蒙子这款的校花模范生，安尼才叫做 CP 嘛。真歹势，我对你一点意思都无，而且我永远。也不可能介你这种人。这是骗子！没必要介去卡动手。
就晴天叫你爱打小报告，那是一去跟老师告状，等到是你衰呢。这件代志确实足严重诶，为着维护所有女同学的安全，我有必要甲校长报告。你着等咧，和校长约谈。好啊，今日变校长之后，咱做一起啊。我先算下，让请校长调一件事情。怕多一个恶一个人，甲今天关伫淋浴间内底。要讲，这事情的未免也是好死掉，我无办法甲救你。娘。哎，你这边做一起，那袂行啊。哦，我知影啦，你应该临时有代志要办哦，无要紧啦，林刚伟哦，再跟我讲，随时奉陪。我刚才在平时我都保全人员了，关系未歹。你再晚一会儿咱就来，啊，不过咱只有十分钟，咱开始要紧哦。嗯。啊，不过你去监视器，老师不是拢见检查过啊？是可以当找什么证据，当证明阮高中是真的。所以这需要查啊，魔鬼藏在细节里。我相信一定有什么是咱闹高无发现的。嗯。Go。伊监视器，敢有人去检查过？哎，嗯，哇，楚晴天，这四眼目镜，哇，唔是挂假呢？无讲我都无发现，那边有一个监视器。啊，我只是想讲哦，除了校长室内底，嘛有可能外口有线索，所以我就想讲往外口看卖，啊，真正有呢。嗯，这就是我要找的细节。我的卡里底藏着有什么关键证据？金毛，你安尼害入去学校的监视系统，敢好？我是咧查案，人做歹代志啊，无紧啊。哦 ，bingo， 您看。你在创啥？刚刚是在瞧监视器镜头的角度呢。你看，现在时间是性骚扰警察的警，以心里来瞧监视器的角度，包括配合廖萌子 Anty 来喊喊校长。对吼、哦，原来伊两个是计划好的，再搞我的高中设计甲跳到黄河拢洗袂清气啊！伊用尽心机，就是要喊喊我阿伯。你真正就靠诶！咱今嘛算是抓到徐树的小辫子，那当替校长伸冤，我的卡阁会当做一届，甲迄几个一网打尽。水啦！庆祝咱三个打击犯罪成功，拜拜！